有意思吗？咋的了？我带你看圆子熏鲍去。熏三苞米去。你咋知道？那圆子里面除了三苞米还有啥呀？上回我们还整到沙耳了呢。沙耳是啥呀？等会儿领你去看去。走吧。我拿家现在沙耳的走了。你们是不是偷摸吃了？我没看着。你也就这点出息了，没事回来就上人园子里翻东西去。我没翻东西，我只是带大家看一看。上回我跟咱妈回来的时候拍那个山苞米刚露芽，这回肯定长高了呀。你不掰它就放风了。完了呢？完了掰下来呀，拿屋去。然后炒鸡蛋吃啊。你别吃啊。我不吃啊。你的目的有点不太纯。我烤的吃，我不炒的吃。走到这儿呢，我就要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！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楼了吗？这个是大橙子跟小李子他俩起的第一栋楼，不错吧？现在已经进入使用状态了。每次路过没回来都使用它。那个我俩不去，坐着的，这是蹲着的。咱能不能不说那恶心？我都开始脑补了。我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，他们俩还是很厉害的，现在楼都能起来了。这个地方是葡萄架，原先葡萄架是在那边的，后来挪这儿来了。韭菜地还在这个地方啊，还记得去年烙韭菜盒子吗？记得呀。今年要不要大展厨艺一下？面点师在这呢，我就不抢那活了，容易打脸。别踩着小菜啊。好像是生菜种的。这个是辣菜吧？是吗？你看，好像是。你查一个。不对，这边上有粪。这全都是啊，你看。这是把哈，你看这一片是不是都辣菜？一会儿问问咱老，产生了怀疑，说啥掰一块尝尝。擦不擦吧？有粪。确定了？是辣菜，是辣菜，舌尖有那个芥末的味道了。才几天啊？看放风了。那个是吗？是，这都是你看，这个可能掰了。那这个，完了刚刚硬了，这才多长时间呢？这个还能看出来点模样，也老了。哎，听这声音挺嫩呐。太细了，这都可细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顶上都蚂蚁呢。抖了抖了就行，我还没戴眼镜。这个不行，这个老了。这个其实也有点老了，你看。正常就是芦笋的那个样。哎呀，还是有收获的啊！再往下走走。这个木头底下的还挺嫩的。嫩啥呀？也老了。但是有蚂蚁。呐，蚂蚁都在上面爬呢。难道它甜吗？哎呦我去！我掰了这些，我也掰了几个，都给你拿了。我去看沙耳去。啊？沙耳长啥样啊？就是木耳。我感觉咱俩回来目的不纯呢。哪回纯呢？这个是芍药花。我认识。咱们还吃过呢，苦那个花。这儿有一点，我带你长长见识。但是都干巴了，不就是木耳吗？木耳的一种，咱妈说叫沙耳。都不行了，干巴了。上回我来，以为这个顶都是呢，给我乐坏了。后来一瞅，妈也不是，怪埋人。总共收获这些，给我妈看看去。看到个熟悉的身影，这我妈可能又上大河了，偷偷步去了吧？肯定的呀。大宝，大宝还是跟着走呢。我老串门去了。看，三毛米啊，老了都。看，你俩饿不饿呀？不饿，饿那啥吃的。你饿吗？我不饿啊。你饿吗？我不饿呀、啊。我饿。那咱俩啥吃呗？给我煮个鸡蛋就行了。咱妈在客运站，那嘴没闲着。对呀、啊，我是没闲的。下车也没闲着。煮鸡蛋吃，吃鸡蛋有。我就吃一个啊，我不多吃嘛。吃的。感谢一下我姐夫，给我老人家八宝粥开个张。
这放了多长时间了都没吃。妈，别煮鸡蛋了，我吃这个，真有点饿了。还有玉米糊糊，冲点玉米糊糊喝也行。我都把饭都打吃了。嗯，也不知道那过没过期呀？看了没过。我姥这东西可多了，他自己吃不过来。那个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视频之内大家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，视频之外就是有不鲜为人知的地方。就是这个，你看半罐了，我姐喝了半罐。那还有吗？你姥也不喝。那他跟我打喝了半罐。那你要是再想喝，你就拿呗。哎呀，真的。我姥五点就吃饭了。他自己，嗯，对不点，对不点。